欲言又止，看着叫。这整个就挺好吃的，超大个的泡芙，你看一看，这是巧克力味的。嗯，里面有奥利奥。嗯，你看到吗？
来个抹茶的，里面抹茶，其实直接上有抹茶那个小颗粒，太爽了。这是原味的，好大一个吧，我把它掰开吃。这个视频又录不完了，先再见吧。海苔肉松卷，我加热了一下，里面有火腿，还有黄瓜丝。
你要吃啊？来，我下来。嗯。我要吃鱼。你好，好吃。好吃好吃，海苔太难卷，太难嚼了。吃完我要穿上衣服，太冷了，真好吃。嚼得我好累啊，但是好吃。